杀害法则，必要以牺牲美丽为代价，哪有这般无情的道理？日月轮替是山海界的无上法则，我们无法更改。你必须向青丘大神轩辕帝证明真心，在画像碑前请大白离9900次。风姨啊，我成全你。玄机琴能解山海众生情根痛，收集众生真情，山亦可迎来永世安宁。我们应该识别某种可怕的力量，拉进了异世界。我要你潜入青丘，毁掉玄机琴。以此伐我！如果所谓的命运皆要给他们障碍，如果障碍之后只剩高高在上的冷漠，那这个障碍就由我来清除。街门关闭，我们回不去了嘞。我们一起来，瑶一起走。不管小霞被带到了什么地方，我都要找到她。